最近备受喜爱的明星 Lisa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照片，展示了她与父亲之间深厚的感情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在这组照片中， Lisa 面带微笑，温柔地看着镜头，她的父亲站在她的身边，脸上流露出满满的幸福和骄傲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父女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厚，这种简单的亲情让人感到十分温暖。据了解， Lisa 的父亲在近期庆祝了她的生日， Lisa 为了给父亲一个惊喜，特地安排了这次家庭聚会，邀请了亲朋好友共同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。 Lisa 的行为让人们感受到了她对家庭的重视和对父亲的深深敬爱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 Lisa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祝福和感激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在身边，我才能更勇敢地追求我的梦。